这一家子等着吃饭呢，是吧？蒙露啊，你个最大的，来求碗去，快点拿碗拿盆去，快去找盆啊。他们三个碗都在这儿了，来往前走。哎，好棒，不摔行不行？去把马达那个碗也拿过来，去马达那个碗在哪儿了？快去拿过来啊！拿来咱们开饭啊！哎呀，真棒哦，我们大闺女是吧？我们个大不白搭哈，能干那么多活，大盆子、小盆子都能拿过来。起码咱们开饭，来喝个稀饭，吃个馒头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小馋狗这馋的，人家大夫是不是说到晚上才让你吃饭呢？啊，你有那么馋呢？不能说，看得我都不好意思吃了。那我跟你玩个游戏，司马懿行不行啊？玩个游戏，来，你倒车入库，倒到我看，哎，倒车入库，倒车，请注意，倒车，请注意，倒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啊！对，看不见的地方啊！快快快，再往回退一退，看不见，不行，再往回退，快，还能看见呢。我正好也好下嘴吃饭呢，要不你老看着我。不好意思吃饭呀，我是吧，司马懿，晚上再吃啊。来吧来，这可怜的孩儿，来来来来来，来吧来，给你吃一小口行不行啊？来。